这个就不用了，这个脚他都是攻守就很难打，反正也没有了，他就一直攻守，他就一直攻守，觉得这个就这关就实力干一波，绝对摸不死了。又是雷丁关，对，这是雷丁关，这个其实可以玩用那。超远距离射人家，这个已经关了。反击就好了，就这只而已，这一只，这只我可能血要消一下，不然他会远距离一直射。准备完了，随便玩的而已。思考，そして关应该雷丁脚就雷丁脚，带谁都无所谓。勝負をつける時が来たな。行動スタート。一人も逃しません。消えなさい。行動スタート。覚悟しなさい。龙啸上来。哇，格挡。鸟枪兵比较省事 ，XD。格挡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。玩过头，玩过头。我是会想要秒螃蟹，因为它比较痛。玩过头，玩过头了。我是怕雪莉上面死掉。又忘记 XD。是，他会撞击呀、啊，他会撞击。对，龙虾后面来是比较好的。把雪莉死掉了，没有。那雪莉先跑了，雪莉先跑，先不管那个。準備完了。何？雪莉先跑，没血先跑。準備完了。把那个骷髅盒找不到。我要打这只，他打得到吗？理论上应该打得到。等我射你就自己就打，对啊，他不死啊，他不防，我记得他就是。哪里？哎呦，我先跑，一回血。
準備完了。力进来帮忙打。哪里哪里？哦，我在复仇。嗨，行くぜ！复仇的协议。勝負をつける時が来たな。嗨，人、思考、そして。準備完了。哪里哪里？他、啊、那骷髅那个盾放出来真的是打不死他，够硬的。就他后面骷髅变强化之后，这是小兵的骷髅变跟着强化。